这一行，做皇帝要专长，我做皇帝比人强，世代祖传有名望，搬起来尊像唐明皇。唐明皇胡子长，失败全红最上光，一点都不像唐明皇，做一个太监倒相当。难道你见过皇帝的脸，知道皇帝胡子长？谁没见过张皇帝，可见过犀利的